大家好，我係幾，今日係四月四號星期一，漢雷冇言，漢雷冇白，廣東話嘅邊緣，呢一個月，俄軍新，烏克蘭俄羅斯戰爭，我師弟俄文，我每日都睇烏克蘭，俄羅斯新聞報導，已經過咗一個月，未完啦。希望快啲完結。今日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唔再候選下次行政長官。佢嘅期間，香港發生咗好多事。香港政府係中共傀儡，林鄭係中狗。佢破壞香港。一國兩制，法治，民主自由，言論自由，佢真係香港之子。老實講，我希望林鄭月娥快啲理財對待烏克蘭人。我一啲都唔期待下個香港行政長官。我知下個行政長官都係中共傀儡。聽講香港今年冠狀病毒好多，我擔心香港朋友小心。我希望你哋身體健康，下次見，拜拜。